立正，站立，站住。头吃饭呢，提早两分钟啊。哎，后边都啊，安尼啊。你都唔知影讲吼，演讲者是偌啊年啊，希望讲较短咧。因为每一摆吼，我拢一定讲讲即句话啦。甲上七节课的时阵吼，大家咧面安尼吼，安笑眯眯啦。其实你毋是要听我的演讲啦，你咧欢喜讲哦，等一下我要回家啦。迄、那个咱遮咧受训哦。啊、我相信大家感想应该每一期拢共款啦。你有感觉你有收收获真多无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嗯。啊，不过吼、哦，收获多是多啦吼、哦。不过困起来是真艰苦。迄、那个昨暗一定困真好，对不对？我嘛是共款吼。我头一暗虽然安尼几十摆在睡，我头一暗拢困袂去。哦，非常是。目睭有起来，但是拢无睏去，我足清楚。啊，但是昨暗哦，哦，都，我看阮昨暗阮迄间吼，三零七安尼，足早就电话就开，迄个金花吼，大多咧睏啊。我相信大家人吼、哦，对这边的受训哦，你的感受吼、哦，你的感受一定足深的啦。因为过去你所唔知的代志，还是讲过去你所未了解的代志吼，啊，你因为这边的受训吼。啊，你也感觉讲吼，哎、欸，确确实实，有影有改变真济，了解真济。你敢知影这个世界吼，所有的生物，所有的生物，包括动物也好，人类也好，拢是差不多同款，迄个结构环境拢同款。问题是讲，什么款的人物，什么款的人物，做伫做迄个猎人，啊，什么款的人物？你做被猎物，就是讲吼、哦，这个世间拢同款啦。有诶同同款人类哦，卖讲咱人类啦，我先讲迄个蚂蚁就好啦。蚂蚁哦，偏偏拢是蚂蚁，蚂蚁恁知影啦，狗遐啦，偏偏拢是狗遐，毛几啊种呢？足明显诶一个例，就是讲有一种红狗遐，学名叫做 polio gate。polio guy 啦，红色的，这种的狗呀，非常的贫端，干那要吃，甚至伊家己收啊，伊嘛无要做，啊，伊用什么方法？伊吼、哦，伊去找迄、那个叫做山蚁啦，山蚁就是啥？就是山山吼、哦，山蚁就是乌色，啊较细较细只，啊，这种的山蚁哦。足可怜的，非常非常的打拼，认真做工课，啊，伊家己想啊，做到有够水。但是这个红蚁啊，伊是天生做猎人，啊，这个山蚁啊，乌色的这个做啥？做被猎的，去防猎物啦，家己是猎物。各位，我咧讲，这是一种诶，真真正正伫个生物界内底发生诶。今日台湾人就是乌色诶迄个山芋啊，非常打拼。台湾人若有钱好赚吼，好做事都甘愿啊。你甲看计程车司机，中昼哦十二点时间到，迄明明伊诶车停咧吼，哎、欸，想要去食饭，哎、欸，啊人客甲叫咧讲，哎、欸，啊你要对你要走啊？我甲你保证，一百个讲，哎、欸，我要走。我你买不是要吃饭，哎、啊，不要紧，吃饭不要紧，这是正讲咱台湾人的本性。我讲这个山蚁啥，伫这个高下的内底，这种的蚂蚁啊，非常非常的打拼。但这种的红高下，这种的红高下是什么款的个性？我跟您讲，因专门啊，伫找这个山蚁，找到这个山蚁啊，就甲咬死，伊较大只嘛，甲咬死，咬死以后啊。嘿，这真奇怪，这自然的哦。甲假使伊啊，将这个山芋的迄个体液啊，对身躯的迄个味啊，擦到伊家己身躯顶。啊，即款擦到伊的身躯顶哦，啊，伊才搬入去迄个啊做山芋的迄个修内底，
将伊个红影啊，拢甲摸摸走，摸摸去伊啊，摸伊啊，那安个，迄个伊迄个原来即个三爷迄个红影啊，互伊摸去了，因为迄个味伊就习惯伊个爸母是啥物款个味，所以伊一开始大汉以后啊，伊就即替即个红蚂蚁啊做工，甚至收嘛，家起甲好势好势。啊，即个红蚂蚁呢，一世人拢无要做。各位，我咧讲这个例啊，我相信恁的心内已经有想过啊。我讲这个例，敢那咱人类来讲，内底啊，中国人和咱台湾人就是这种的情形啦。这中国人就是敢那红色的迄个狗遐同款，这个红色的狗遐吼，有一个特点啦，啥物坏拢无要做，啊贫惰，伊若离开这个乌色山芋啊。伊就无法度生存，但是各位，台湾人就是受到即个中国人的教育，甲你教育思想无同款，甲你教育讲你台湾人就是中国人，有无？咱细汉的是毋是安尼教育？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，咱细汉就读个册就是安尼写啊。但是实际上啊，不管伫文化顶管，不管伫地理顶管，不管伫法律的顶管，台湾人最不是中国人，但是过去这六十多年台湾人不知道啊，真厉害呢，这中国人会跟你说呢，啊，族群和谐啦，但是这个族群和谐是什么？台湾人就要替那些中国人来做工，台湾人就要替那些中国人交税金去做，替他做服兵役，这样说族群和谐啊，那些中国人跟我们做兵，我所了解遐较大个官，像陈诚，因后生就无做兵个。甚至即个陈诚，因后生迄当到二十岁时阵啊，伊甲你改变法律，讲高中生会当先出国来才做兵。迄年一个开放了哦，哇，因囝先走了都无半年呢，就阁宣布讲，迄个方法敢若唔好啦，停止。我伫讲拢是真真正正个历史呢。但是台湾人知无？唔知啊！台湾人真正唔知道。台湾人啊，敢那也要戆牛啦，那讲是戆牛啦，敢那要做工，啊，打拼足认真诶，啊，大家拢想讲啊，有迄碗饭好食就好。各位，今日咱法律建国会，咱诶即台湾民众要做诶工课，唔是要甲大家人讲你有迄碗饭好通食就好。各位啊，那咱伫台湾啊，即块宝地啊。什么时阵你都有饭好通食？我若安尼讲，是讲这句话，不是无道理呢。即马有真侪人无找无头路，是甚物款的无头路？因为艰苦，伊无爱食。我相信啊，台湾人，你要做工较艰苦的，那要去做事，你啊看，咱现主席的中南部，还佫有足侪迄个园啊，拢荒去。你若真正要做事，你乃无饭好食，拢袂。但是问题是讲。要做较辛苦的，艰苦的，伊不爱做。但是你甲看一点哦，现主席的游民啊，你去这个伫路边去捡物件，迄个垃圾遐的人啊，拢是台湾人。你敢捌看到有任何一个台这个中国人啊、老兵啊，去做游民，还是讲伊伫捡鱼纸有无？我甲你保证绝对无。我讲这个代志。你心内若想的时阵你会真正感觉讲很难过呢。偏偏是人是安那，都爱对这中国人较好。伊即摆讲，甲你家己思想一下，当时啊，伫即个1949年迄个时阵啊，中国人走来台湾的时阵啊，是咧帮忙台湾保护台湾呢。啊，台湾会当经济成长真紧啊，是因为有遐老兵伫甲你保护咧。各位，这都不是事实。第七舰队自1950年6月27号，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以后啊，到今日，第七舰队是咧保护台湾的。所以有的人你讲啊，我都无看到美军啊，所以你讲台湾现准时要搁予美军来去占领中，大家讲啊，我都无看到美军。各位，人伫。台湾海峡的船哦，你看袂到啊！啊，但是伊有滴船无？伊确确实实有滴船。啊，伊滴船你看袂到，你就讲啊，都美国都无伫台湾。
其实这个占领法有讲的，所谓的占领啊，就是讲占领者伫随时伫真短时间就当到达占领地啊，这种这款情形拢是占领。天空、天顶，那伊控制的时阵嘛是属占领，你绝对无想过。这个伊拉克伫战争的时阵啊，美国宣布讲对一条航线甲对一条是袂当去飞，迄条是禁航区。这个所谓的禁航区就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讲这个天顶我美军占领，所以你唔能叫是讲天顶袂当占领咧，同款会当占领。你若飞去，伊就派飞机用飞弹甲你拍落来，所以这叫做空中占领。即么地面的占领，我讲这块土地我来占领，无一定我都要派部队伫遮呢。但是我若随时有代志的时阵啊，我会当是真短时间啊，会当派部队来。我讲一个例互恁听。2000年阿扁啊总统头前做总统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伫凤山中华民国的部队要叛变，即个要叛变的时阵，美国人虽知影，嘛李登辉讲，你伫凤山的部队啊，要开出来，即个台北的时阵啊，我先甲你讲，伊若敢开出来，所有的道路啊，我美国会当用第七舰队的飞弹啊，将遐道路拢炸掉，拢甲炸平。你也甲遐人讲，袂当去随便叮当。啊，美国哪会知影伊要叮当？啥物人去甲报的 ？No， 你若会晓用电脑 ，Google Earth， 你甲拍开，迄、那个电脑你甲看卖啊。这个 Google Earth 你若拍开的时候，你能看到真详细每一条路。迄、那个王先生，迄、那个 Google Earth 会当拍开无？你创台湾吼，迄、那个随便弄一个点，互大家看卖啊。这个 Google Earth 哈 ，Google Earth 就是讲，伊这个是商业用的电脑哦，那个人造卫星哦，也唔是讲真正军事上用的哦。啊，那真正用军事的迄阵啊，诶，看的物件啊，我感觉看较啥物拢真认真，就是你坐伫涂骹，摕报纸甲拍开甲看，这个就是这是电脑哈，这个、Google Earth 哈，就是 Google 的地随便啊，你甲创一个台北市。台北市随便的马路，你看看麦啊，清清楚楚。各位，会战争无？你想看麦会战争无？绝对袂战争啦。那真正讲战争的时候，美国敢那这个拍开，这是商业用的哦，这是商业用哦。这个你的，你用卫星哦，你看看麦啊，你有看无？这是咱普通的电脑，恁家的电脑拢看会到哦。随便，甲创一个总统府好啦，你才找到总统府无？大安区啦，然后你甲看哈，我互恁看，恁就知影讲即卖的电脑，即美国人完全控制哦。你有看哈，即、這个总统府的所在哈，即个伊即卖拍起伫啊，你有看哦？一个镜头遮，哦，迄红的，遮是个 A 五啊。各位，你甲看，有清楚无？啊，若真正战争啊，不仅他要美倒，伊要美倒。我跟你讲啊，绝对美国一声就好死啊啦！会战争无？未啦！所谓中国所谓飞机、所谓军舰一日出来，一声就好处理掉的啊！你有看无？这不是讲我咧讲呢，你家己个人普通人都会使，啊那军事的哦，更加清楚。军事的想做到什么样款的程度，你知道无？这边的迄个，伊去组迄个美国派迄个 CIA 去杀迄个宾拉登有啊，迄是战情室有啊，迄其中有一个就含咱哩联络的人啊，伊用的，伊是每一个人的头盔，迄、那个头盔顶管吼，拢有迄个视讯，所以就是讲宾拉登安怎互拍死，安怎穿的情形啊，完完全全足清楚的，伫总统的迄个战情室，你啊看嘛，总统伊无坐伊个位呢，伊站起来，互伊个位，互啥物人去坐？互迄特勤组的迄个啊做中将，迄个人去坐。因为边迄个胡锦，即个啊做奥巴马伊讲啊，伊讲，即种个吼，我无内行。啊，你话看迄个希拉瑞，看甲安尼，查某人可能看到即款吼，烦恼也是惊啊，画出来啊，各位。那就真正战争啊！啊，即马中国伫甲你哈，
哦，你要我要拍台湾啦，我要安怎安怎，免惊伊。啊，若讲台湾这块土地是确确实实，实际上嘛呢嘛，实在是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的土地的时阵啊，美国人会卡咩，互你中国来台湾亲门大户吗？不会啦。啊，中国伊即马要安怎？伊敢若用统战，用经济甲你管。但这个经济甲你管，六月二九签迄个《埃克法》，《埃克法》有真人反对，各位我赞成。这个《埃克法》要签的原因，我赞成伫什么所在？所谓的《埃克法》，因为中国本来是内战，是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。即马签《埃克法》就是两边和解，和解以后，中华民国的人遐难民啊，会当回去中国，未去互台啊嘛。过去若叫伊回去，伊甲美国讲：“哦，我回去会被杀掉啊！”人道主义，伊甲美国讲：“我要带你来台湾。”啊，咱台湾人唔知啊，啊，所以台湾人唔知啊，就互伊继续伫遮留啊。啊，即马伫遮留，所谓的眷村其实是难民营啊。伊流亡伫台湾人起厝互伊住，欸，咱去起厝互住。西藏流亡伫印度的时阵啊，伊迄，那个。迄地啊，伊是印度的政府租予迄个西藏的流亡政府啊，西藏的流亡政府呢，伊有付租金呢。我问你咧，中国人伫台湾的难民营，敢有付租金予咱？无啊，无担心，伊就阁嫌东嫌西，讲咧破啦、旧啦，就阁踢、拆掉、阁建起，好是足酷刑的呢。所以这个代志啊，后摆民政府爱甲一项一项甲算互清楚。当然啦，我知影讲有足侪人你甲我讲，我拢讲这款的吼，我暂时卖讲啦。因为吼，这后壁有真侪代志爱来处理啦。但是呢，各位你若受伤的伊啊，你咪当偷偷记起来。有一天咱来接一个捐款的时阵，你开会你就当来讲，我若无收，你就提，甲我提醒。欸，对一项，对一个小爱未去收的呢，各位。有足侪小户通收啦。六月二九签《埃克法》以后，六月三十迄一天啊，第七舰队离开台湾三十五天以后的第七舰队已经入来做营。过一天了，迄历史上有意义伫内底呢。两边若和解，台湾讲，美国讲，啊，我要家己倒来占领，我无爱阁委托你中华民国来占领，啊，无爱委托中华民国占领，所以中华民国安那爱袂使有部队啊。你若有部队，美国人入来的时阵，伊无定甲你下令讲啊，部队甲你反抗，因为你教育就是安尼嘛。啊，所以即个中华民国第一，所有的部队的 logo 去掉，变做保安呐。所以2014年开始，中华民国无部队啊啦，有一个保安呐。啊，所以人数直直少去。啊，最近报纸你写有啊？所以讲哦，什么啊？做美国讲。这个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不减呐，吼啊！中华民国的时阵，这个部队哦，未当该提掉有无？恁看到烦恼无？我跟你讲，我未烦恼，安怎讲？绝对未答应讲，可以继续伫在台湾征兵呐。美国派了伊拉克，敢有叫伊拉克人去做兵？没有。美国伫琉球，敢有叫琉球人去做兵？没有。那会使中华民国占领台湾了，叫台湾人去做兵？这个做兵是牵涉到什么？牵涉到效忠的问题。迄一天，李庆安伊有双重国籍。迄，那个双重国籍，什么人甲闹的？你知不知？美国的 AIT 改故意甲泄露。啊，迄，那个泄露是安怎甲泄露？因为李庆安伫中华民国，因为李焕英伊讲，这个杨淑丽啊 ，Stephen Young 啊，应该驱逐出境。吼，美国 AIT 哪会懂嘞？这块土地是我的，你去吃官庙公啊！所以，把他捞出来了，即马判无罪。各位，以中华民国的法，那个法律规定真清楚啊，双重国籍未当来竞选伊中华民国的官员。这不是明明白白讲啊，真清楚。哎，即马甲你用效忠问题，我甲你用什么话叫做效忠？人的国籍就是牵涉到效忠了。我就讲这个有小可较深，我甲你讲一个，互你听，简单就好。
一个国家成立的时阵，国家成立的时阵啊，大省所产生的不是权利，是义务。国家产生以后，对所有的老百姓要有保护的责任，那就是义务关系。这个义务关系若产生以后，老百姓对国家都有效忠的问题。所以咱的国籍就是要看效忠哪一个国家，你的国籍就是那个国家的国籍。安尼好，咱2006年10月24日，美国在判决第一件讲，台湾人无国籍。啊，台湾人无国籍，所以咱有效忠的对象吗？无，为什么没有？因为占领中，我们还在占领中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国籍。什么时阵咱会恢复国籍？是占领者，占领的人家己组织台湾民政府，英语讲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但是这个组织民政府爱是什么款的经营？爱是占领者的军属政府的指导之下来占领。今日台湾是什么人？你甲咱知道？美国的 USMG， 美国的军事政府，军事政府底下，伊爱甲咱协助咱。爱成立台湾民政府，所以因为台湾民政府一直无甲咱成立，有一个咧关岛。关岛伫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，1899年巴黎条约内底，一直等甲50年以后啊，因为关岛的人伊有钱，唔是有钱啦，伊自然迄个资源啊非常丰富啦，伊都凊彩出去外海。那个海水一个甲涌起来，内底都鱼啊哩，伊就挺好食啊。啊，所以遐个人贫惰啦。啊，贫惰，反正呢，迄、那个我迄天有听到咱的迄、那个何总监啊，伊有滴讲啊，伊讲啥？伊讲迄个关岛的人讲，你要来的时候，伊一个拍关岛，一工就到行。伊讲你免甲我拍，你要挂机啊，互你挂机啊。啊，这个关岛的人啊呐，无要组织民政府啦。啊，这个无要组织民政府，美国会头壳疼，占领者头壳疼呢。因为你若无要组织民政府，就占领者爱甲你饲呢，啊，互你饲呢。伊也无爱生产，也互你饲啊，袂当互你受委屈呢。各位啊，咱甲台湾和中华民国迄种拢不一样呢。中华民国咧，台湾人若歪做，伊要甲你饲无？无啦。咱就敢若迄狗遐，迄、那个山鱼同款，做甲要死，欠甲要死。欠欠的，拢予中华民国遐中国人去效果咧。各位啊，真正咱台湾人是非常可怜的。这个关岛伊有迄个资源，啊伊不爱做，啊美国都无法度，啊所以美国甲迄波多黎各同款，波多黎各嘛是同款呢。伊即摆一个讲，这占领袂歹，因为占领吼，国防唔免负担，啊唔免交税金，甲美国做生意嘛免税。哦，世间有这麼好康的，所以美国一直讲给他公道哦。哎，你家己建国啦，卡公道都未过啦，大家拢无爱。我跟你讲，你免笑。我虽然即马讲台湾建国，跟你讲几啊摆，那美国真正宣布入来台湾要做，你要咱要给伊做真真正正，伊直接直接管的时阵啊，我跟你讲，台湾人若要建国，我等下头剁给你做牙子。安怎讲？免买国防，钱省偌济。唔免做兵，吼，查甫会欢喜死。唔免交税金，吼，做生意的创死。啊，和美国直接去做生意啊，嘛是同款呢。但是防占领的人啊，所以到迄个时阵，台湾人唔知要变什么款，我唔知影，我唔敢预测。但是我先讲一下，互你听。到迄一天的时阵啊，我看同款啦，什么公告啦，公道讲，那明仔载咧独立来建国买无？无人买啦！你若独立建国，爱安那？爱做兵啊！你要效忠台湾政府啊，敢不是？啊，你爱买国防啊，因为隔壁迄个歹人真多啊！迄中国一讲讲你用飞弹啊，你免来买武器吗？啊，若敢若买武器哦，你真正会烦死啦！啊，美国嘛真厉害呢，我等下要来讲迄个经济，互你听。美国一直发明新的物件出来。所以我咧讲台湾的地位，就是讲大家爱清足清楚的。我阁讲一个，今日要讲这个吼，是咱今日在座，你我甲你保证，你是除了美国少数的人知影以外，头一遍你台湾人知影。
去年有一个人，中国的一个官员叫做习近平，你捌听过无？就是即马后壁要做迄个胡锦涛迄位的迄人叫做习近平啦，就是广东的书记啦。广东的书记，伊去日本访问啦，足奇怪。你访问就访问，你就甲首相见面就好。习近平竟然安那要求要和日本天皇见面。日本人下骹级的官员甲讲，袂使，天皇还要简单和你见面呢。你甲天皇见面啊，可以，爱事先安排。啊，落尾啊，日本的首相有甲拜无？有，什么人甲拜？你知无？美国的安排习近平和日本天皇见面，去见面差不多30分钟，伊就出来了，面色是青春顺啊！啊，你知影伊讲啥无？你要要看卖啊无？哈？你要要看卖啊无？哎，真对啊，真对啊！你讲这个就很接近了。美国甲中国讲，我讲这个我负责任吗？美国跟中国讲，伊讲你一讲讲，我讲台湾是你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我跟你讲啦，你家己去看马关条约，家己去看旧金山和平条约啦，看看你就知影讲到底台湾迄条的土地什么人的啦。伊迄推下面还佫唔知影呢？佫问美国啊，问迄国家安全会议讲，到底是谁的？你就直接了当跟你讲就好啊。伊讲我跟你讲。不是日本政府的，日本天皇的啦，哈，日本天皇的，啊，因即马去研究了，因才连讲，哎，美国讲的对呢，啊，安尼变安怎？伊讲哦，安尼啦，伊甲美国参详啦，伊讲哦，我们跟日本天皇见个面，我们跟他要求看看，美国真有把握嘛，要可以啊，我给你安排啊，啊，转。迄天拢事先哦，无安排哦，直接安排要天皇见面。习近平去甲日本天皇见面，创啥？伊甲日本天皇讲一句话尔：请问你手上的台湾可不可以卖给我们？你有着惊无？这个代志全世界无几个人知啦，各位即马算头前知影啦。日本天皇甲回答啥？No， 我日本天皇哦，唔捌卖过我身躯边的物件。有影都对，你敢捌买着日本天皇用过物件啊？卖出来有无？没有嘞。台湾是伊的啊，我都教伊讲过，马关条约是清朝的皇帝和日本的皇帝签的呢。清朝的皇帝将台湾批予予日本天皇呢，所以日本天皇有这块土地是日本的皇土啦，皇帝的土地啦，皇帝的土地以后，伊才交予伊下骹手的首相，首相一天干会换呢？那政党换伊就换呢？啊，即摆换的时阵，伊就甲伊交代讲：来，我这块土地来拜托你，我遐老百姓，你来替我管理。有管理权啊，所以台湾这块土地在那个时阵嘛是日本的殖民地，拄啊开始哦，殖民地哦，所以日本就爱派总督来台湾管理啦。华山之计就是头一个啦，拢总经过几月，拢总经过19个总督啦，但是第19个立藤，安藤利吉啊，无经过。日本天皇召见是经过首相召见而已，为什么？因为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在台湾实施天皇的诏书了，就是将台湾这个土地的老百姓有给你这个叫执政权参政权啊，这样这个土地在国际法里面已经是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盟军在说到底这个天皇要负责任还是首相要负责任？
结果是日本天皇唔免负责任，是首相爱负责任，因为迄当阵首相决定讲要去轰炸美国，所以伫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，日本放弃就是日本政府首相的土地委托给人去管理，管理人做了不好，所以管理者爱换，但是迄个管理者，迄个所有权者爱换无？免啊，也无条款爱换，所以习近平去日本天皇遐踢到足大的铁棒呢。啊，即马习近平后任要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啊，做迄个总书记啦。所以啊，我感觉讲台湾会真安定、真安全呐、啊。伊吼，伊读较爱清楚啦。日本天皇若无爱卖，伊也无法度伊啦。啊，日本天皇会卖无？卖啦，你免烦恼啦。绝对袂，日本天皇会当甲退啦，伊安怎甲退？啊，着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讲叫我日本政府拢袂当阁表示意见。啊，过来日本政府，甲既然伫台湾实施宪法，除了讲日本的政府设一个分离条款，安尼台湾若要脱离日本，才有可能。啊，日本会去设这个分离条款无？不会，为什么？伊若设分离条款了。大声跳出来，什么人？琉球啊！琉球都在蠢蠢欲动啊！啊，你台湾顺势，伊就要本来人日本人是要将琉球甲台湾夹起来做一个敢那啊北诶，这个叫本岛啦、四国啦、啊北海道迄种诶，伊个叫做南方岛，要甲夹起来。那迄个时阵啊，台湾的总统啊，无爱，谁来无爱？因为伊讲哦。啊！你琉球哦，迄个收支不平衡啦！啊，你收支不平衡哦，啊，你会拖着台湾呐。但是这条错误啦，到落尾啊，琉球的收支也平衡了。啊，所以但是迄个历史的演变到今日，变作讲台湾这块土地啊，台湾这块土地要阁是日本的天皇所拥有的啦。这是啥啦？九月七八，去年九月七八，咱伫美国办酒会时阵。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拢无讲话哦，所以你看啊，这全世界伫进行一寡代志哦，拢是袂使讲话呢。你像我甲告美国，报纸甲顶落去，去问迄个国务院，伊就甲你讲啥 ？No comment。我伫头一个温州市2005年的7月20日，我甲何瑞元伫美国订一个专办的，哦，订迄个嘛真吃力呢，90,000+美金呢。他一个顶来足大，我甲写啥呢 ？What are you doing？ 你美国在干什么？我记者摕着去问啊，国务院回答讲哦 ，No comment。他不予回答。啊，不予回答的意思是啥？林先生，你继续做啦。所以我就继续提个列落呀。啊，迄个当时伫我的头前啊，有一个人嘛伫遐订一个报纸，甲我平大啊，但伊足有钱的，叫做郭宽敏。国防院甲定什么嘛？伊讲哦，美国要改变一中政策，就是因为美国甲今日为止，敢那承认一个中国嘛。一中政策对不对？绝对健康啊！我也承认一中政策啊。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啊。啊，咱即马徐安内部爱承认一中政策，因为中华民国迄个推阿民呢，包括民进党在内底。拢是认为讲，我们是中华民国，啊那边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们也是中国，他也是中国，所以一直被要求讲，美国要改变政策，要变成两个中国了。你讲推，那个民进党有推也无推，你家想看卖啊？啊，全世界拢干那讲一个中国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就无中华民国，啊，较今日伊还搁咧中华民国，但是我跟你讲。免偌久啊啦，绝对唔免偌久啦，这个情形会全面改变。啊，这个全面改变的时阵，咱本来咱这台湾人要安怎？各位，咱台湾人干那做啥代志都好，美国甲咱讲的，恁400年来恁唔捌建立过恁家的国家，我美国甲你讲，全世界无一个新的国家，我都靠伊家己的力量来成立。一定要靠第三者、第四者来给你帮忙，你才有法度来建立你家的国家。咱今日，敢咱平时像英国、那个美国，
伊为英国甲脱离的时阵啊，美国什么人去帮忙？法国。但是美国吼、哦，算讲迄个运气真好啦。美国迄当阵，伫甲英国伫战的时阵啊，美国人有甲迄个苏联啊，就是迄个俄罗斯啊，俄罗斯的皇帝啊，迄当阵有甲帮忙美国啦。啊，帮忙美国的时阵有给钱啊，给美国钱啊。啊，落尾啊，美国独立以后，甲美国伫谈判的时阵啊，迄个俄罗斯的皇帝啊，他们开始撩尾仔囝，伊讲诶，啊，我以前甲你帮忙啊，吼，啊，无你嘛摕一寡钱来借我，啊，美国迄当阵有钱，迄当阵有钱的时阵是两个所在伫考虑啦，一个是阿拉斯加啦。啊，另外一个是台湾啦、啊，啊，但是阿拉斯加足大地啦，但是大冰块啊，啊，美国，你讲伊巧还是无巧，我也搞不清楚啦。反正呢，伊就转钱，借予迄个俄罗斯的总统，哎、欸，迄、那个皇帝，不是总统，皇帝。啊，即嘛，予伊以后啊，俄罗斯等于讲吼，啊，无你要爱什么物件，我无法多行，啊，无即块冰角予你。阿拉斯加兵家，无唔对呢。自从迄个付钱以后，迄美国国会党个马总统是马甲要臭头的呢。啊，你这笨蛋啊！你开遐尔啊侪钱去买一个兵家倒倒来，我想讲这个兵家好不夭寿，啊，落尾看落价值啦。啊，迄个时阵吼，嘛有人甲提议讲叫伊来买台湾呢。啊，但是呢，真可惜吼，迄当伊都阿拉斯加先买，啊，落地也无够钱，跩无买台湾。啊，若买去，今日嘛足好康个。啊，都无买，好，好，啊，这是后话啦。因为日本迄个时阵摕到台湾，伊嘛真贪个听咧。因为台湾这土地哦，足歹管的啦。我即嘛嘛感觉台湾真歹管的。我敢那咱这个论述讲几波嘛是安尼哦，嘛是有个人嘛听敢那听咧。我敢有可能？啊，都互中华民国管遮久啊！啊，什么人管嘛？敢看？无做也无钱好借啊！我讲的足多有道理的呢，所以这台湾人，我感觉哦，台湾人口才拢非常的好啦，我家系上差啦。啊，这台湾人所想的到底是想啥，拢无含国际吼连做伙，拢想讲，我家己讲的就对，我所讲的拢是正确的。啊，所以即摆过来讲这个，继续讲这个代志。即摆唔就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。这个太平洋战争是其实是吼、哦、日本甲美国修建啦，甲这两个国家去修建啦。啊，过来中国建国的战争是中国甲日本去修建。所以这个太平洋建国这个修建内底有中国卡伫内底无？没有。迄阵毋是盟，迄个联军呢，是同盟国呢。啊，若讲真正甲中国联合的中美联军呢，无啊。同盟而已啦，朋友啦，朋友是什么意思？朋友就是讲哦，真正你相拍哦，嘛是个人爱顾性命啦。你怕你的，我怕我的，安尼啦。啊，即马战争以后，美国唔就安尼啊？美国这个，尤其是迄个开罗宣言呐、啊，1943年的12月7日啊。即马开罗宣言哦，我是足认真的啦，我将迄个开罗宣言所有的文件拢甲挖出来。美国安那讲，英国安那讲，中华民国安那讲，我拢清清楚楚用原文甲写甲清楚的。虽然是无签字啊，但是迄嘛是有效呢。西方的人握手就算了，都算有效啊。啊，虽然无签字来讲，开罗宣言是有效的，但是有效什么时阵？开罗宣言去予美国改当作无效呢？因为其中这三个国家有一个国家违反誓约啦，就是讲，这讲起来吼，那甲查甫查某的婚姻同款啦。啊，咱两个已经决定要结婚啊，啊，那已经结婚啊，啊，结婚以后，另外一人劈腿的时阵呐，对，当造成啥离婚嘛。啊，这个三个国家签签的，什么人劈腿？中国劈腿，你哪知？我听过话讲，对啦，中国劈腿啦。安那劈腿？哎、欸，你当时蒋介石讲吼，
他永远不侵略其他的周边的国家。啊，你去拍韩国是不是劈腿？所以美国讲啊，你劈腿啊，啊呢开罗宣言无效，机密档案就是安尼写的，机密档案就写安尼啦。因为开罗宣言，中国违反誓约，所以他不采用，所以刷下去就签1951年9月7日和旧金山和平条约下来，啊，1952年4月2日生效了。这个51个国家签约，48个国家国会通过，有3个国家无通过。但是迄个时阵，全世界国家差不多是60几个尔尔啦，无像即马有194个国家。即马大家都知影，海罗宣言，过来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咱伫告美国的时阵啊，咱就讲真奇怪，是安怎咱所有的学生，中华民国的法律系，拢无伫读旧金山和平条约？咱在座我唔知道你是不是有迄个法律系啦？你会当去问，无人读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为什么？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正是决定台湾地位的条约啦。甚至呢，咱伫2006年10月2日告美国的时候，甲对迄个高等法院的时阵啊，国务院的律师出来讲的时阵，伊安讲？伊讲啊，我们已经用中美共同防御协定啊，甲台湾关系法啊，取代了旧金山和平条约。美国的律师，那个法官头脑真好哦。啊，那我问你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在我们美国是不是已经无效了？国务院的律师啊，答不出来。但是法官改讲，我来告诉你，旧金山和平条约仍然有效，那是美国的参议院终于通过等同宪法。啊，这些台湾人生活在台湾60几年，真可怜。你美国的国务院拢无要共解决，因为美国的国务院无解决，是因为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啊，伊表示讲，伊是代表咱台湾人，甲美国讲，咱拢是台湾人，拢是中国人，咱甲伊的想法拢一模一样。因做梦都无想讲，咱这阵台湾人已经改声明讲，我们不是中国人。所以我到今日为止，我无要出国的原因就遮啦。7月7日是美国甲咱协助，咱成立民政府，伫华盛顿 D.C. 9月7日，赶一个机会，我拢无去。美国讲啊，你为什么不来？我没有护照啊。阿姨讲，你为什么没有护照？你为什么不去申请？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呐、啊。我讲的美国拢点伊呢。啊，点伊时阵，伊就把大你笑。啊，笑唔即嘛，延续到即嘛，最近美国政府讲哦 ，OK， 民政府派代表来，我来跟你讲，咱明早啊报给因啊。当然，无报我啦。因为我没有护照啊，啊，即摆伊阁甲我讲啊，你没有来不行，因为吼、哦，伊可能唔知，伊可能想讲吼，啊，你若无来吼、哦，想的，你要你阁甲我告，要你要来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汪 我没有护照啊，我们想办法，啊，阁跪下几礼拜讲，好了，你到 AIT 去啦，我们办一个特别护照给你啦。为清泉岗飞去啦，啊，飞去关岛了，才啊飞美国了，才为清泉岗回来啦。啊，所以我知影讲清泉岗今日已经是100%拢上美国通知啊嘛。清泉岗无人管，无人理啊嘛。啊，我哪会知影？其实唔是干那清泉岗尔，咱迄当阵咱的总理大臣哦。冇去青砖岗呢，迄阵李秀莲啊，咱伫讲这论述哦，
人伊认为讲伊是读国际法的，奇怪呢，伊读国际法甲读个拢无共款的。其实是无共款是无错，因为伊读个吼，伊无读过战争法啦。我先甲各位讲，今日全世界所有读国际法、无读战争法，用普通的国际法要解释台湾的地位啊，只解释六成，敢那六成尔尔啦。啊，你若用战争法，你就会发现哦，100%讲到清清楚楚。所以各位，今日你听这课以后啊，恁各位伫国际法的领域内底啊，算足头前的人了。啊，讲到这個，哎，本册恁有买啊无？人讲听听笑笑全刷去呢。迄顶册一定爱买啦，我甲你拜托哈、啊，分两包卖食都有啊啦嘿。即马一包分偌济？即马一包分偌济？60啊？较俗啊？你食较俗的？安尼尔？一天食一包哦、啊，差不多一礼拜卖食就好啊。都迄本册啦，你一定爱读啦，我甲你报。啊哥吼、哦，你爱去看啊？哦，即本啊，哎、欸，袂歹呢吼。我感觉吼、哦，咱的迄个电脑的控制，迄、那个王先生足够的呢。我若你讲啥，我个哎哎，我若你讲这個，啊，拢马上就拢会出来。我跟你讲吼、哦，这本册不是讲我咧叫恁看，即马包括日本、包括美国，大家拢咧看这本册。当然我头前有几啊遍啊，我当中有11本，我无叫你买其他，我刚才讲你去买一本，因为这本是精华，但是这本的后边还有一本呢，后边一本吼、哦。我即马无要叫你买啦，安怎？你即本都读袂透啊！吼、哦，后壁迄本册你怎飞去？后壁迄本哦，搁较深。迄所有拢是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法律的条文啊。啊，恁会感觉讲奇怪吼、哦？我林志兴毋是讲哦，全世界是全台湾上巧的人，毋是啦。各位，我是因为运气好啦，因为吼、哦，因为我自从去过美国以后吼。美国的国家的地库，美国的国务院地库、国防部地库，拢有伫跟我交换意见，阮就伫讨论。啊，这个讨论，你毋通看这个讨论呢，非常的好呢。我有通我的看法，下面来看法，讲看双方讨论了，哎、欸，我们会定一个方法出来。所以今日美国讲两年以后，伊才要来宣布讲，台湾这块土地是本天皇的。你想看卖啊？伊还未宣布以前的时阵呐，这个中国是不是敢那推阿面阿边一直咧拼，一直咧开钱，伊开足侪钱的呢？伊为着统战台湾，为着要让这台湾人这个心情较好嘞，对台湾人非常的好。但是你唔能看伊对台湾人非常好啦。那伊中国迄款的个性哦，伊现就是这款的表示哦，表现哦，是种反常啊。因为中国人是阿爸生。大家拢要伊都要徛稳赢，但是真真正正伫世界舞台内底有法度无？没有办法。你敢知影？现主席中国人甲美国买公债1兆1700万亿，啊，日本甲中甲迄个美国买公债9000万几了。啊，一个是一兆，后边安尼呐。啊，但是伊虽然拉嘛拉嘛吼，伊照常为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，即摆变9月啊，到8月，伊每一个月拢搁增加呢。啊，我你袂感觉真奇怪吗？啊，你的马你为什么要买？你讲这足歹食的，啊歹食你搁买，啊搁愈买愈济，为什么？你敢知影原因？足简单嘞，我甲你讲，即美国你算个哦，一定要算这套。伊吼、哦，差不多10年算一摆，10年算一摆，啊，全世界钱拢走伊遐呢。安怎算？我甲你讲，即摆中国唔多，借予美国一条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伊佫甲中国讲哦，我明仔载要佫印迄个新的国债出来，你中国哦，你负责买1000万。中国讲，你看到贵，你是欺负我，欺负才忝，我歹卖啦。中国在迄、那个财政部长讲，我歹卖啦。啊，美国财政部长安那讲，啊，你歹卖，我肯买，啊，那我就自己买。过灯光哦，困起来，
中国的财政部长马上打电话讲：“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买，我买，我买。”你也感觉真奇怪，那为什么要买？为什么？伊若无爱买，啊，中迄、那个美国甲讲，你要家己买，啊，美国你政府你是要哪家己买？印钞票嘛，我著印嘛，我家己印嘛，我家己印，我家己买嘛。啊，这买的美金就愈来愈多，对不对？贬值嘛。一条的可以贬那个呐，贬十分之一哦，存九千万。美国人是头脑消息哦，所以美国现在一直叫中国哦，你的人民币要升值啦。啊，中国那推下面说我不升值，现在七块已经到6.3了啦。会够啊？会够升值不？会。那照美国的计算哦，一下升到3块钱了。啊，这若予伊升到3块钱哦，啊，中国，你毋通看中国有钱呢？伊14亿、15亿的人口啊，95%拢是非常的无钱呢。啊，你着贬迄个人民币一个升值哦，我讲人民人迄、那个老百姓拢暴动。所以美即摆中国吼、哦，等于迄句话想错啦，扣夹着咧，放啊听，无放嘛啥？啊那边啊，啊那边啊，所以。你要看中国，你不能看就是说中国很好看，不好看啦。中国现在是看有钱那些人，那些财产都不是他个人的，因为中国的宪法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规定说有个人财产，所以现在是有钱的那都假的，那都是公家的。所以、哦、我要看一些中国人那些在台湾那些中国人的嘿，民歌星啊，民影星啊，什么汪国星啊，讲你叫中国，我跟你讲啦，伊那迄款婚姻会当动两档哦，我算讲，我算伊熬啦，两档啦，我直接讲啦，两档啦，迄嫁了伊就讲，哇嗨啦，拢无钱嘛，迄钱拢假的嘛，迄钱拢唔是伊会当用的嘛，唔是像咱台湾的资本主义，你若有钱就是你的钱诶，啊那中国遐拢是。政府的呢，那不是他的落地的钱呢，所以你不要羡慕啦，那是很腿的啦，我现在感觉那人很腿的啦，你看看中国人喔，前10名的好业人喔，名单每年都会变啦，一年前都变8个啦，这是中国的形式啦。啊，现在美国他常给你升值那个一直印钞票，一直贬值，啊！就贬值了后，美国就搁想啥？发动战争。伊若发动战争啊，伊个美金哦就浮起来。啊！即马上美金向后贬值，开始印足侪向后贬值，啊！了后发动战争，啊！这战争要哪发动？美国其实哦，我再跟你讲也不要紧啦。美国其实一干干就想讲要哪来当来战争啊？第一个北韩，伊一直叫。日本哦，台北韩，日本讲我不要，甲韩国讲哦，甲台啊，我不要。啊，美国讲，你敢知影迄只南韩有一只军舰，讲去哦北韩的水雷，哎、欸，迄个鱼雷给炸沉了，有无？有无？我甲各位讲，是美国 CIA 安排。伊安那安排？你知影迄个金正日这个枭人，含飞机啊、民航机，伊甲炸掉，伊都出来承认了，足大声讲，那个是我炸的。敢那独独北韩迄只军舰叫炸沉啊，伊出来讲我没有炸，我没有炸。啊，美国一直甲北韩讲话，你去军舰去防弄沉去啊，啊，你不爱甲宣战，啊，我甲你帮忙啊，宣战啊。啊，出动航空母舰啊！人讲航空母舰一架是警告，两架预备作战，三架一定打仗。派三架呢？啊，伊在美国甲通知啊。那么美国啊，这个军事方面有啥物代志发生，拢会甲咱讲呢？哦，我着怀疑个，我着讲，哎、欸，可能会打仗啊呢？哎、欸，无危险啊！啊，那无危险，北韩多嫩啊！迄个广播足派，迄个查某诶，啊，完了，迄语气话足足好诶。靠呀！啊，无要钱，啊，无要钱，咩啊？美国都头壳疼呢。
啊，南海的代志，这个南海的代志，南海本来是啥个？日本的。迄、那个南海啊，本来是伫伊个编制的时阵，是啥物人？是高阳管的呢。我的文章你拢无咧看啊，我写真久啊，但是呢，我明仔吼还过两篇哦。南海论法，我要写一个第三篇啊，再论南海的法理问题，还过一个再论这个叫做神卡古钓鱼台问题。南海一个发生代志，美国去甲越南讲，盖简，越南这个较退啦，伊就伫国内发动火去甲这个中国示威抗议，啊嘛去甲菲律宾讲，我武器我给你，其实若战争落到地吼，美金就升值啦，伊就阁升过甲伊原来水平啦。啊，伊本来遐欠的钱吼，拢伫战争内拢偷倒转来。美国人头脑非常好啦，啊，咱变安怎？咱的头脑嘛袂偌歹啦。咱来民政府来接政的时阵呢，你甲看卖啊，美金若低顺吼，咱就甲收。美金若悬，咱就等予美国。啊，美国人头脑嘛真好呢。美国人要帮忙咱吼，咱的经济就足好个。你想看卖啊吼？迄当阵1950年以后啊，台湾经济足好个啊，是讲亚洲四小龙有无？喂，敢真正讲你台湾人真拍拼，所以你的经济真好，是不是 ？No， 你台湾人真拍拼吗？我甲你讲，越南人嘛足拍拼。菲律宾较贫惰尔啦，越南、印尼拢非常打拼，但是因的经济无好的原因伫倒，无市场啦。你做的物件无人会甲你买，啊！你台湾做的物件，美国拢甲你买，因为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地嘛，伊是帮忙台湾是理所当然嘛，所以咱就经济直直好起来。啊！但是当然遐国家拢逃去，菲律宾啊。各位，你个以前我跟你讲一句话哦，菲律宾是安内经济这么歹，菲律宾教育政策失败，到今日还阁失败，伊无来上课啦，伊若上课哦，伊就袂失败啦。你知影菲律宾的教育是啥物物件无？小学甲初中啊，读几年你知无？六档啊，小学读四档，初中读两档，啊高中阁两档，啊读八档。要入去美国的大学，会当入去无 ？No。所以今日为止，你甲注意去看美国，有菲律宾的人伫遐咧读大学无 ？No。菲律宾医学院，啥物人考都会当入去，因为伊的教育制度啊，甲全世界拢无共款。咱是爱读12档，就是小学6档，初中3档。高中3档，按、12档以后才当入去大学，这是全世界所有的制度规定的。干那这个菲律宾啊，读9档啊，啊就要入去大学，所以8档后9档啊，啊所以在这种的情形之下，菲律宾伊的学术各方面啊，低落去，所以菲律宾人啊，爱伫外下做工，啊这是主要是因的政治人物，拢贪污嘛。啊！菲律宾过去什么人统治？美国统治的。美西战争，菲律宾是伊的呢。所以菲律宾今日会进步啊？未进步，因永远伫做劳工呢。啊！你讲菲律宾人无可怜吗？啊！菲律宾人无打拼吗？我甲各位讲啊，因的打拼的程度啊，未输你台湾人呐。但是啊，因为教育制度不对了。啊，那马来西亚、印尼、越南，这将来来讲，拢是咱台湾啊，爱真注意的一寡国家。但是咱台湾好佳哉，和美国弹两粒原子弹，唔是弹伫咱家啦，弹来咱的日本啊，咱嘛爱讲咱的日本啊，因为日本天龙讲啊，你台湾是我的啊，所以咱来讲咱的日本，弹伫咱的日本，但是唔弹伫咱岛呢。台湾是运气非常好啦。啊，这两粒原子弹救着台湾的经济，但是虽然是救着台湾的经济啊，
或者中国人来统治啊，是足了然啊。到今日为止，这台湾人还阁想袂清啊。所以我有当时吼，感觉伫甲各位伫演讲的时阵，我咧想呢，到底我要甲你讲，叫你卖去投票好，还是讲凊彩你好？我若讲叫你卖投票哦，差不多一半会甲欠家人啦。啊，若讲哦，记载你哦，你就欢喜啦。啊，其实你若头脑较好诶，你袂去投票啦。各位，到底是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？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？一个，啊，迄个中国叫啥？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有来台湾台湾人无？无啊。什么人是台湾人？是中华民国啊。啊，你讲台湾人有矛盾吗？台湾人搁是支持中华民国，甲你台的人，你甲支持。所以，你讲台湾伫这个世界内底，什么人看你会起？啊，你若唔相信吼，你今日回去以后，你去甲朋友讲啊，不要去投票啦，你又叫人坑。啊，你唔是台湾人，你是国民党的叫别。但是，话讲倒转来哦，我一直伫想呐，台湾咱即马伫讲的这个代志。爱该几年以后，台湾人才会整体起来。当然啦吼，今日法师伫你后壁啦吼，法师你是较好运呢。安怎讲？你会当甲你的信徒讲，哎、欸，我甲你看命看看，你唔通去投票。你若投票哦，会出代志。法师会使讲啊，咱未使讲呢，对不对？法师会讲，会使提议哦，你唔通去投哦。我甲你看啊，你刚去投票啊，你刚你拢到恁兜倒，唔通出门。但咱袂当讲讲，哎，你刚拢伫恁兜倒呢。所以有阵想想吼，好头痛啊。啊，你甲伊讲，我是拢安尼讲啦啊。我来，我请问你咧，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什么物件？伊讲，咱叫做咱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民进党党章第一条啊，啊，怎出来用名讲哦？伊是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哦。哎、欸，遐中国人拢在话啥？奇怪的马英九，你为什么不讲你是选中华民国总统？啊，那更别拢讲台湾。哎、欸，因遐中国人嘛知影讲咱这个组织在讲啥呢？咱就直接讲，你没有选台湾总统，你是选中华民国总统。啊！你选中华民国的时阵，我问你咧，啊，那中华民国会消灭不？没啊！你台湾人，你该延续伊中华民国的生命，所以你台湾人到底去，去你家己就好啊！你是摕刀啊，害你家己的，你摕刀啊，害你家己呢？你是自杀呢？你敢知道你即马，咱这足济台湾人去登票，迄拢是你自杀呢？你若讲啥，伊不一定听有。啊，若中国国民党拢调了了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那拢中国国民党拢调了了，咱搁较好，搁较有理由。甲美国讲，你看麦，你看中华民国这款型，真美国，咱伫甲美国伫告，咱就用安尼啊。我甲伊讲，咱是迄个原住民迄个案件，我甲美国讲啊。人迄台湾人迄原住民1945年就住伫遐，啊中华民国用法律共判，就要共阿爸要圈地啊，美国就乖乖去处理啊，啊处理了，去甲中华民国讲啊，8月26日本来要甲执行呢，判决书拢已经执行啊呢，迄执行命令到位啊呢，咱甲冻掉。所以若中华民国执政，咱会当安尼讲啊。啊，我问你咧，啊，若民进党执政，你变啊？啊，变变台湾人啦，莫安尼啦，互台湾人做一个啦。问题是，这个台湾人已经做过啊嘛，做偌久？做21天啊啦。马英，这个李登辉做13天，陈水扁做8天，21天拢无休困呢，一天都无休呢。啊，你台湾人有行出去无？无啊。陈水扁甲你讲，啊，都无可能，啊！李登辉做13天，伊也无法度啊。
啊，我当然嘛无懂。迄句话是啥物意思？你敢知影？流氓政府袂当土地合法嘛？啊，你听有无？流氓政府变啊，就地合法袂当嘛？袂使就地合法嘛？啊，哪会当就地合法？西藏先伫印度宣布独立。啊，所以你中华民国你是在慢慢宣布独立，会使了？袂使了。所以你讲不能够台独，不能够台独。啊，台湾人听无？啊，奇怪呢？啊，你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，拢袂当台独。啊，要公投不可以？你听嘛，知影袂使不可以公投的原因吗？你敢知影？因为台湾这个土地有几种的人，两种人嘛，一种是叫做占领者，一种是被占领者嘛。啊，被占领者甲占领者要公投，你到底听你占领者的话，还是要听我被占领者的话？因为被占领者无资格公投啦，所以美国讲 no， 你不能公投，啊，就是要求着美国不爱讲原因呐。啊，美国不爱讲原因是啥啦？因为伊较惊，伊还去钓中国，你钓啥？互伊开钱。你前伊为着迄只航空母舰有无？开偌济钱，敢知影？啥物两千万？不止啦，伊敢若买就买两千，啊，两千万是买一个废铁呢？伊个钢板伊都无多做啊！你知影航空母舰吼，现主是美国有十一只啦，其实还阁做的有四只。最近美国有甲咱讲，伊第七打击部队啊，其中有两只航空母舰，一只是2013年要退休，啊，另外是2015年要退休。但是会影响无？未。航空母舰是开真侪钱诶，但是有一只航空母舰应该未点诶，伊即马开始要来用啊。对一只台湾诶，未歹呢，大拢真巧呢。我叫是我真巧来讲，大拢比我巧。台湾就是航空母舰啊 ，AIT 800名诶海军陆战队已经入来啊。我若甲你讲入来，你讲够有可能？两个代志，第一。咱的蔡总理啊，迄当阵因为李秀莲叫伊讲哦，啊你嘛去甲问看嘛，到底迄个 AIT 啊，啊不迄个青砖工啊，到底迄个林志先生讲哦，我拢入来伫内底啊，是真正假的？伊足艰苦呢，五六点就去咪去找迄个早餐店，伊头那算袂歹吼，啊那我到底推啊，一定徛喺外口看，较看嘛看袂着，遐尔大。哦，安尼真巧，伊去找早餐店，一间早餐店啊，伊就去甲伊食早餐呢。早餐的时阵哦，有迄、那个，这是我替伊讲的啦吼，因为伊无甲恁讲，我甲恁讲嘛吼。啊，甲迄个饼啊，伊看到饼啊，去问饼啊，哎，啊你们那个青天岗哦，是不是美军已经进来了？那饼啊讲伊是宪兵啦，他不知道啦，而且基地离我们太远了。啊，那边嘛，哎，说啊，拄啊好，迄个早餐店的头家啊，甲蔡吉元蔡总理讲啊，你问我才对啊，我喜欢来问你，我逐天甲送早餐呐、啊，哦，啊，你一天是送几份？150分甲200分呐、啊？喂，安尼150分甲200分呢？安尼讲个上座嘛，还有150个人干毋是？还有修理飞机啊？有啊，咱阁有一个。咱有一个成员哦，嘛有一天足欢喜，打电话甲我讲啊，我甲你讲，秘书长，你讲的拢对，讲什么代志？阮兜哦，阮有一个朋友哦，是美国人，啊，最近哦来阮兜访问哦，来阮兜的时阵，甲阮讲嘞，讲伊即马跌倒来伫迄个青砖岗啊，美国人啊，我讲青砖岗你也知，因为我伊讲伊的朋友讲跌倒来是青砖岗啊，爱去修理飞机的啦，啊好。就是讲，遮你不爱相信，还阁有我阁有代志，阁甲你证实。汉光演习，台南迄段，迄个高速公路炸掉的，互飞机降落有无？还阁有一段嘞，北部嘛阁有一段嘞。这段的飞机才是厉害啊！这段的飞机啊，唔捌伫台湾过去，你降落拢无代志，但这摆的降落啊，迄个鹅啊、甲鸭啊，死了，是安怎？肝拢出血。安怎讲？声音太大了，那是什么啊 ？F22 啦，三架，
美国宣布讲，清除一个叫啊叫琉球35架 A 这个 F-22 驻扎在那里。夏威夷的这个中队啊 ，F-22 的中队是停18架，美国有宣布，是你台湾人家己袂晓看呢。15架放喺夏威夷，放喺琉球，欠几只？欠三只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嘛，18减15就是3嘛。啊，15架放伫琉球，啊，另外3架放喺对，做看卖啊，一个所在尔，清泉岗嘛。啊，所以清泉岗停伫遐以后啊，海这个中国一挂沿海的人啊，常常你叫看到妖狐啦。台东嘛有一摆看到妖狐啦，啊！迄 F-22 厉害，甲啥物款程度你知无？迄15架，伫要去迄个琉球的以前吼，迄带队迄个 F-22 的迄个 pilot 吼，甲迄个塔台讲啊，啊，请你指示我们要降落。啊了后就无声去啊！啊，这个塔台都甲问讲哦，甲伊教讲哦，你应该顺风啦，从哪一号跑到哪是安尼啦。讲耍尔，国家讲我们已经降落了，走出去看，要收啊，3架 F-22 来，啊后边还佫摆7架，到底摆着？所以你也知影讲吼 ，F-22 吼，当 F-22 拢总美国有135架，啊拢总最近搬来2架，听讲伊迄个氧气的问题哦，但是已经解决了，你免烦恼了。F-22 啊，中国就去甲伊学咧。伊叫一个歼20，这个歼20是做2架，这美国甲我讲的。啊，这2架飞机确确实实隐形没有错，但是伊哦，伊贪心嘛是啥物原因我唔知啊。伊的引擎哦，做比美国的更加大粒，伊用迄米格啊，做33的米格啊，你去导，啊导来了哦，哇，美国甲我讲哦，没有在雷达上面没有看到是对的。可是只有一个红点呢、啊、，engine 呢、啊、，engine， 底下照样快的啊！我们有一个靶心呢、啊，2架。啊，最近美国报纸有你讲啦，讲美国甲中国讲啦，安尼啦，我卖你迄个隐形的技术啦，500亿啦，你要买无？你看伊会买无？那腿上面会买，他如果买，因为隐形对美国来说已经没有什么，已经不是机密了，中国已经偷得了呀，他要给他嘛，因为他就是这个隐形的技术给他以后啊，我跟你说后面美国是要求在哪里，我现在我想中国我来看我们这段，美国已经有技术可以看到隐形飞机了，我知道你500亿，所以你说中国要来跟美国拼不那么简单、啊、相差相最50吨、啊、我说50吨不是我黑白说的、哦、你听我说、哦、第二世界大战要结束的以前、啊、日本有航空母舰几只你敢知道，你知道吗？29只，日本哦航空母舰29只、哦、啊美国有几只你知道吗？40几只，中国到今日有几只？无半只，迄只唔是啦，迄只是假的啊！我甲你讲，迄只本来是要做迄个海上旅馆用的，伊干那迄个钢板你都做袂出来。啊，你想看咩？迄船互你做好的时阵啊，迄船内底要重新装潢有可能无？你我相信咱，我唔知咱有人会晓做船的无？你敢问？我问过啊。迄人迄船是两，切做三地，拢创好才落去倒。啊，你用个连起来，要阁切掉哦，无可能啊！啊，所以伊航空母舰，迄只航空母舰最近有一个试航有无？5天啊！你知伊安那试航无？伊用拖呢，叫一只船甲拖来外海呢。所以现在人家中国承认这一艘航空母舰2年后都不太可能作战了，我感觉是永远不可能作战了。怎么说飞机、哦、那航空母舰
敢那迄个飞机要飞起来哇，迄个足大个技术啊呢。人即马美国是用啥？用蒸汽。迄、那个蒸汽就是讲，你飞机载偌济个武器，啊爱用偌济来甲你杀。伊含迄个日本时代，日本个时代用迄个弹簧迄种，伊都无法度做。即种个物件，即种个国家个武器，要来甲咱台湾对抗。好佳哉！迄派拢敢若迄支嘴啊，真正拢敢若迄支是去派尔啦。啊，所以那有个人讲哦，伊会甲你战争啊，我敢若绝对无可能啦。啊，什么啊欠欠美国偌济钱，欠愈济愈好。我甲你保证，伊会行无？绝对袂行。啊，美国有伊个经济个迄个杠杆原理，会甲伊无了了。到落尾也无行伊，无行伊了后，伊还佫倒欠美国钱。你看我甲你讲有影无影？啊！美即马中国什么代志呢？伊地方的负债吼，其实中国你若要甲看，爱看这个宏观甲微观呐、啊。宏观是甚物个宏观？宏观就是讲哦，看起来伊敢真厉害哦，要做高铁15,000公里，马上就去做，开足一支弄车呢。啊，迄段来弄车，你知影原因？迄段会弄车，迄段是中国人家己做的。迄段是因为本来是叫日本去做，啊，但迄段伊讲袂使，这段吼、哦，我们要预防国防上啊，要运兵使用啊，运兵呢、啊，啊，所以迄段袂当讲袂当互日本人做，家己做，爱讲家己做，啊，就弄车，啊，弄车嘛足夭寿呢。伊报纸家己讲啊，伊报纸讲啊，人民日报讲的哦，伊讲吼，迄、那个列车哦卖600几张的票。啊，拢总活200几个，啊死30几个，你听有无？我再讲一摆，迄座列车卖600几张票，啊动车啊撞车以后啊，200几个往活嘞，啊死39个，上台是35个，啊整啊整刚整刚整刚，啊变39个，各位你听有意思啊？200几个毋知走去对啊？200几个唔知走去对，啊，无人去遐追求呢，含记者嘛，追嘛，袂晓去追求呢。各位，遐、那个车厢哦，《苹果日报》真好，甲翕一张相，伊要甲台落有啊，照地掩埋有啊。迄张相内底有一只手，我唔知你有看到无？要甲台落，迄、那个窗门边啊有一只手，夭寿哦！内底有人甲逮落呢，迄内底毋是逮偌济人啊？中国若阵即个所在若人会当倒啊生活吼，我甲你讲真正，当然可能是因为我伫遐受害吼，啊所以我讲的你袂讲啊，你著受害你讲遐，啊所以我写一册你嘛同款啊，虽然卖17万本啊，嘛照常一工工嘛咧拼去中国，啊一工工你受害呢，我迄受害者协会吼，老早著客满啊呢，啊即爿。真厉害呢！受害了哦，唔敢讲呢。伊拢安尼甲你骗你怎呢？我甲你讲，像我这波你爱去学啦。我唔是讲叫你共骗哦。伊中国安尼甲你讲，你唔敢讲呢？啊，你受害对吧？啊，你要告，你卖告，你卖告。我政府来甲你解决，吼、哦，你卖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有提出法院诉讼无？有，然后啊，法院打打死吼，啊，这样告。过一年两年啊，无结论啊，3年4年嘛无结论啊。啊，你有遐济性命解脱吗？无一项代志，将迄个台湾人去底下受害啊，有得到回报没有？没有，一样都没有啦。我是了7亿，我不是了人，听不讲。我迄号拢搁伫咧啦，以为幸运呢，但是拢有条件呢。条件是啥？我袂当搁去告美国，我袂当写册。我袂当上电视，其实袂当上电视，已经甲中华民国讲好啊啦，因为我上电视拢讲这套啊，伊无爱和我讲啊。各位，中国这个所在，咱爱目睭爱闭好金啦，真正毋是咱台湾人会肯去投资的所在。啊，你若毋相信吼，你会当金金甲看，遐去中国去投资遐人。到落尾拢什么款的经验？
啊，若讲私下要叫人出来讲给你听啊，还是啥物你听不完呢？伫宏观顶端看起来，敢若中国敢若真勇哦，我著这个船有几只咯，所以因有一句话啦。伫中国啊，没有小事情啦，真正是小，不是没有小事。你讲食饭就好，一碗饭，一天食一半，伊一天伊一顿爱食半碗，你敢不知？十五亿个人呢，十五亿碗呢，恐怖呢。迄宏观来讲，宏观来讲是讲中国表面上看起来，哦，伊有足济钱的，但是伊的负债搁较济。啊，那微观哦，实际上是袂看嘞。所以微观就是小地方生活的地方啊。你敢看一下中国人生活，伊讲伊真强，伊生活敢有比咱较好？还佫咱差咱足济个。啊，所以有真济人讲，伊后世人无爱做中国人。啊，是经济外很主席，包括民进党在内，国民党维持中华民国，要叫咱去做中国人。啊，所以我今日要甲你讲遮，我希望恁回去啊去想看卖啊。明年一月十四投票是好还是唔好？我唔爱和你讲，我唔爱甲你讲答案啦，你家己去想。咱若有法度将投票率甲降落五成以后，美国都爱出来。啊，要到迄一天，所以美国即摆予咱真侪条件啦。第一，你训练四千名会当接政权；第二，身份证发行650,000；第三，投票率五成以后、以后、以下。我甲你讲。咱真正做袂到。民进党要参加选举的是啥物原因？敢知影？为着30块啦。为着啥物30块？你知毋知？投票讲有一个补助，迄全世界无即种个无即款个例啦。你投票，所有的候选人敢若无款，都有几啊亿个几百亿个钱啊呢？啊，就爱补予你30块。按照500万票，30块就是15,000万啊！我跟你讲哦，真真正正，这个代志我有跟美国讲，我美国唔知影呢，美国真正唔知影，美国哎有这回事吗？他说什么30块？哦，投票的人都有30块可以领，我唔是哦，是阮甲邓票阁送伊30块、哦。我说台湾人是戆咖呢，去甲邓票阁送30块。啊你！你唔拢啊，我都无提出来。哎、啊，你的税金甲你提起啊！甲邓票予伊，啊，佫30块，佫请伊。啊，予伊当选了，佫来甲咱糟蹋。这算盘是安怎算？我真正搞不清楚啦。所以，咱大家爱知影，台湾现状啊，台湾现状，当然啦、啊，这两年以来啊，咱的训练。咱这半年，咱训练这个半年训练了800个，我相信啊，一年时咱才会当训练才1500个。啊，但是呢，身份证发落去，估计11月初一迄一天啊，1000名的身份证拢会当摕到。啊，那这1000名摕到，会当去美国的时阵啊，排队了，收份嘛，你排队了。所以希望呢，迄一天啊，爱较紧来。啊！美国政府甲咱讲，你有受训，恁也无爱将美国的机啊、甲占领机甲挂出来。上台我是较赖皮啦，我阿那无钱啊，啊5000块都带两暗，啊搁食十顿啊都无钱啊，因为含机啊都无钱，安尼啦。有受训的人及格，伊讲爱有及格哦，有及格吼，就通送一面啊。各位，恁有及格无？欸，啊你給我提起來，你攏點點呢？你有結界無？有。較大聲好嗎？啊你有結界啊無？你搞不，啊你搞不清楚，我要怎麼給你？你有結界啊無？有。對啦。啊所以一人送你一支旗啊，但美國給我交代一句話，你會記得喔？你不能用德哥喔。啊你大家說，我有跟你說過喔，不能用德哥喔。你應該規規矩矩，
去买个旗杆来挂。啊，我是希望讲你挂三种的旗啊。第一是美国旗，第二是军事占领旗，第三民政府的旗。这三旗挂咧，效果敢那袂歹呢。八月二日，原住民迄一个挂咧，无人敢听咧。啊，有真侪人用 US MG 的迄个车牌。这我无鼓励啦，我先讲，这我不鼓励，我无鼓励讲，大家人去和中华民国行军去对抗，因为咱的实力还袂有咧。咱若四千名训练好了，咱来个兵败啊，不一个一声就甲变过。所以恁期待迄天一定会到位。这点呢，嘛是要甲咱大家讲，啊嘛大甲大人鼓励，啊咱大家受训以后，恁回去随时应该甲恁的酋长联络。啊！你看啊，酒店的电话要怎麼找？网络上有，台湾民政府的网络，你也去甲看。爱该卡电话。哦，啊，阮即马，那個、美国，咱的副主席吼、哦，我咧讲啊，拜托咱这酒店啊，含咱所有人爱保持联系。啊，所以咱即马有甲这国酒讲，随时呢，在副酒店啊，啊，这酒店啊，应该含咱各位啊，多多保持联系，多多沟通。啊，各位呢？嘛是咱每一摆你受训的时候，你会当倒转来旁听。不过呢，旁听吼、哦，嘛爱交钱就样啦。我嘛交呢，哦，我啦蔡总理，我拢交钱呢，我是交3000啦。啊，你嘛是倒来第二倒来3000。啊，那最后一天来爱交1000。啊，有人讲话，啊，我做便当会使无？当然是会使的啦吼。啊，但是安尼无好看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。算帮忙民政府嘛，安尼也应该也可以啦。哦，啊表示一个团结嘛。哦，一天1000，两天2000，3天3000嘛。啊，这是尤其是这个牌啊，哈、哦，一定你爱去做嘿。有无？有人无摕到无？这非常要紧哈。后摆你回来的时候，你就摕这个牌啊，讲哎，我是学员。啊，你啊看哈、哦，咱这个12月24日要伫迄个体育大学的迄个巨蛋。要办这一场20000人的大会，美国参议院、国务院，哎，这个参议院跟这众议员，啊，日本的参议员、众议员哦，拢会派人来参加。所以这场的时阵哈、哦，我希望讲咱大家招你的朋友来，拢总会使来。啊，节目是为早时10点，啊，下晡的2点半。啊，中头边安怎？有，咱请二米啊。来做迄个啊，做迄个啊，做面包啦吼，面包盒吼，啊，佫有一水。安尼，哪看节目，啊，哪食物件，啊，哪画，安尼袂歹呢。啊，但是迄、那个咱因为有20000人吼，坦白讲哦，咱若佮年底差不多训练差1200个尔，啊，变20000就一个人爱救10个呢。恁有法度无？恁有法度无？无啦，你莫甲我骗啦，十个你莫甲我骗。我甲你讲啊，你甲讲，你一个人拢会当确确实实在在哦，一个人当有3个哦，算太做诶。莫甲我讲哦，开空壳支票、空头支票，我不接受。一个人有3个就算真牛啊啦。啊，这个3个，但是咱听人讲哦，我有啥想想哦，这美国时代哦，原来足甲咱为难啦。啊，你若要叫人来吼，你即马游览车你都要订啊呢。啊，若无12月你订无车呢？啊，你要民政府车我爱招你嘞。即马都要先订金先去付。啊，甲讲，哎、欸，你时间若无车吼，啊，甲罚10倍哦。安尼看有机会无？啊，所以呢，咱为即马开始吼，因为咱这个节目拢在转播哦，啊，吼，所有全世界一只台湾人拢知影。啊，这场的会议吼。大会我认为讲事关重大，这场真有可能，听好清楚，我不是跟你讲一定哦，很有可能美国会给宣布中华民国要停止选举。我跟你讲可能而已，我说只有可能，这个可能性很高，因为现在你要看中华民国的部队无标志了嘛，啊，如果他没有标志，我也可以有部队了，无标志啊，啥物人买是，干来袂当有穿尔啦。啊，若中华民国现就是无迄个部队了吼，啊，中华民国大家拢无个承认嘛。啊，煞着是美国讲，奇怪，啊，你埃克法签了，你会当走啊？
啊，所以美国 AIT 嘛，甲咱帮忙咧，伊宣布金门马祖是中国籍，迄啲甲咱帮忙，你毋通看有啊？啊，过来签证嘛，甲你改啊、哦，本土台湾人，伊即卖要讲本土台湾人啊，过去无甲你讲啊 ，The people of Taiwan， 本土台湾人含中国人的签证是不一样的哦。各位，美国有伫做啦，是你袂晓看尔尔啦，啊，所以你若你若讲，可比讲你若无时间，你就礼拜转来听。哦、因为每一礼拜每一届拢经过两礼拜，啊，两礼拜的时阵吼、哦，我相信我有真侪消息，我就拢迄时阵会来做宣布，啊，你当当来听，啊，咱等下吼、哦，可能伫外口无多翕啦，无多翕相，所以这个外口的翕相吼，要直接举行，啊，这个所谓椅啊桌，咱就向后边甲摕去，啊，伫头前吼、哦、翕相，第一届是伫头前翕相啦，啊，咱这个也做十三届吼、哦，我那算直接算大家好运啦。运气很好，恁甲第一届同款啦哈，伫头前翕相，这是非常难得。啊，今日我的时间到这哦，啊，各那卖离开，因为即马刷的是一个闭幕式哦，啊，咱的总理要甲咱致辞，啊，然后呢，咱就要集体照相，照相很要紧，我阁甲你讲一摆，照相很要紧，有个人哦，受阮规波啊，只袂记翕相啊，我袂记翕相啊，啊，袂记翕相无尊崇，因为这相片拢爱互美国。啊，我今日到这个所在，谢谢各位，多谢。起立！立正！起立！站住！